磐石，云在群山，独上四合，直灭烦恼。那一望，分别冥想，下了压心，随病受药，大转世。在群山无上四合之念安安。小了要信，随病受药。这边的小料，我们右手在胸口往下一画，代表知道知晓。药性右手的无名指在左手掌心稍微绕一下，代表药性的话，我们打情境，就是所谓的药的特性。随病，我们右手食指往左手食指一靠，代表跟随依照不同的病，我们给予不同的药。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出现的问题，医师就透过诊断为他找出病因，对症下药。但是当因为众生有无穷无尽的无明烦恼，所以这些烦恼都是来自于财色名食睡，甚至是人生八苦，生老病死怨憎会，爱别离求不得，无运至甚苦。也因为有这些种种众生的苦，所以佛陀才说法无量。而这些法就好比是一帖一帖的良药，依据众生不同的心病来施药，为他拔出心灵的苦。然后整句我们再来一次，小了药性，随病受药。分别冥想，小了药性，随病受药。大转世，云在群山。